管是杜琛，还是传说中什么总教练、千面女郎，拢只是在利用你。你不应该安尼去糊涂落去啊！你老掂去！像在利用，像更唔知呀。我知影你足漂亮嘛，足有自信的。啊，不过我搁较了解你，甲伊是无同款的人。你无像伊，身管遐尼凶。因为足侪歹代志，你是做袂出来。你若讲出这种的话，就代表你一点仔拢无了解我。不是，我真了解。就算讲较早你的心肝足凶的，啊，不过你今麦已经接受少峰的感情啊，你的心已经变甲无同啊。你莫听杜晨在里下有白讲，我哪有可能对伊有感情？好，就算还不是真的，啊，不过少峰对你的爱绝对是真的。伊爱的不是我，伊爱的是你。陆克，我咧跟你讲的，你有听到无？要创啥？甲人顾好，过几天我会找人家给送走。嘉燕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会陪你去甲少峰阿哥阿妈解释清楚，你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你着趁今仔甲过去放下，重新开始。我重新开始上好的方式，就是你死。只有你死，我才会当彻底有一个重新的人生，甲过去所有的不公平拢讨回来。你若安尼做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。我做代志从来无咧后悔，你要怪，就怪你这世人生唔着所在。你一定爱想好清楚诶，你无可能一世人过做是我，你嘛无法度面对少峰。你搁啰嗦，我等去叶家，就甲所有的气出伫咧张干妹迄个老伙仔身躯顶。你也要看面子吗？哈哦，哎，你心肝哦，真正有够粗残的呢。你有啥物意见？啊，无啦，就刚刚真趣味啊！啊，看你两个姊妹安尼相杀咯，哦，真好耍。啊，无的代志，啊，继续听我引导。看我的戏哈。